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。我们今天继续来新卡比探索发现，我们这一次已经来到了被遗忘的原石，这之前是一个沙漠的地区哦。来看一下变得怎么样了呢？哇，原始大地的感觉，沙漠荒凉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我们现在能力拿的是锤子，敲敲敲。这里土拨鼠怎么会踩在这边？它会游泳吗？哎，土拨鼠好像不会游泳哎，它掉到水里会淹死哎。糟糕，土拨哇，这边有毒哎！看一下这边能力，土拨鼠哇啊，碰到毒了。不过这边看起来有土拨鼠的能力，先来吸一下。啊，这边每一个洞都有一个东西吧？哇，我这个要一直挖，你想每一个都可以挖，这里挖一下，应该会有东西吧？不会里面都是钱而已吧？应该有一个，啊、真的、哦。我想说应该会有一个什么灵魂之类的啊，那这边吧，就中间不需要挖这个啊，有吧，总算飞得过去吗？不行，会快跑快跑，这边都是毒，这边如果用冰的能力的话就可以在上面移动了吧，这应该也有东西吧，嘣，这个只有钱，好，先看一下左边，我刚刚看到左边好像有一台车子哦，哎呦，这边，哇，这是会全倒的。先看一下前面，这里亮亮的，这是哎一个寿司。啊，更前面一点，我们到水就会被弹起来哦。这里，视角会跑到比较高出一点地方。这边之前需要用射击来打靶，这一次应该没有吧？好，那我们先去开车。OK， 这边应该。不危险吧？哎，我车怎么那么慢？我的车没办法更快嘞，这我来得及吗？哦，直接砸，就这样。我们这个车就这样而已吗？就这样，短短的。这边还要挖的样子哦。左边，左边。哎，不过这边又有一个亮亮的。哎，硬币，每一关好像都会有这样一个蓝色硬币，它值50块吧？哦。天鹅，哇，我们这个位置有点差，不是很好挖洞，哇，但是很痛，挖一个圈就很痛，再挖一个圈，解决，哇哦，会不会其实我们把砖头升级到后面，其实也很强啊，一个圈的伤害也是蛮高的，啪啦，啊，还是我拿个风啊，好像要风哎、欸。不过那个风应该是要用空气炮才有办法吹开吧？上面有一些沙子在，对不对？让我试试看好了，这种小沙子我吹得掉吗？吹，哎，可以耶，我们有办法吹得掉哎，有、哦，吹开 ，OK OK， 我们用这个移动比较方便。没有炸弹，啪啪啪啪啪，好，等一下，这里还有一台车。哎，这台车是要开去哪里？哎，它有办法往前弹吗？我看一下，还没有错过什么？应该是没了。右啊，这里右边右边右边，这里还有一个平台，你上去。那、啊、这边也是要吹开耶，吹开。应该有灵魂，有一个。哎，8个而已吗？哎，这里有一个。这方地图很大，所以很容易错过。不小心一直往前走的话，就是错过蛮多东西的。嗯啊啊，要按机关，然后罐头在。OK， 这样就可以开车往前了。但我觉得我应该可能还有错过一些灵魂哦。我们先看一下，过去。OK， 往前，大炮，喂，撞。这个倒是不会倒哎、欸，好推开，有了有了啊，那完收到了，完美收到了，哦，不过这一关才9个，哎、欸，上面是啊有毒青蛙的地方，按钮按钮按钮，里面还有一个，哇有毒，有毒 ，OK， 还会喷3个地方 ，Go。哎，上面我们要从2楼那边
瞧，没有卷的就好了吧？有了有了，然后再上面一个，嘣！为什么青蛙只能用水、用风把它的毒给卷走，不行吗？把它吹走。OK， 洗澡喽！洗澡洗澡洗澡。那我们这边要怎么往上啊？好像也只能先吐出来，然后上面有机关，这里吧。机关呢？不是应该有一个按钮吗？按钮怎么跑到墙壁上？这个吧，按钮换位置了。好，这边我们就可以继续把它们洗干净。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海葵先解决掉。哇，我被解决了，我拿到针了。我的海葵，我的能力不见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在上面。好啦，没关系，那我们拿针好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洗澡喽！洗澡，洗澡，洗澡，洗一波，洗一波。这边还要开花这边会有隐藏成就吗？要把这个花全部让它盛开吧。有了有了，五朵花盛开。这边还有三个灵魂。上面这边就要到下一个区域了。有收集完吗？有，很好，我们没有错过。往前，旁边还有两只鸟这边是百货公司。这里有毒。我们的毒，我们的针，没办法跨过这些毒啊。下面好像下不去。啾啾啾。因为毒好多还会吃人的。为什么右边有一只鱼啊？啪啪啪啪啪，这个鱼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有一只鱼卡在这边？往前往前。其实我在想，我们这个枪升级上去说不定也很强它的伤害其实是四格的伤害，然后它一样可以集气，锤子也是可以集气，然后集气到三阶的话，那个伤害都蛮高的，而且它是一个大范围很多段的伤害。有东西，这个呢？啵啵，好，这边饮料罐很充足，有100罐，可以随便喷没关系。好，再回收补个血。我记得这边之前会有一个裂缝，然后我们需要对的形状才有办法从那个裂缝把它们撞开，这样子。冲啊！就是这个饮料罐，冲啊！压扁它，裂开吧。就没了好，这边先拿走。我还在无敌，无敌时间蛮长的。Go go go go， 没了，要没了，要没了。还有音乐慢慢变小声啊，要有一个圆形，圆形，圆形，圆形呢？中，不在这儿。圆形在更后面吗？这个要把它吹开。应该用，哇呜！这个其实空中有一个招技能，可以这样子，有一个近距的子弹，射不到，只能用炸弹的吗？啪啪啪啪啪！有了有了有了，在这边。前面那个是什么？那个砖头是什么？没看过的方块，这个打得掉吗？可以。好，然后后面是要那个三角形的，这个又是无敌哇！应该不该这时候吃的吧？好像也可以啦，好像刚好会有一些怪物在，裂开吧。这边有三个。不过我们在那个如果要吹风前，我们有先把它吹掉，然后就把它裂开的话，那我们就没办法得到这个宝箱，就没有这个无敌了。虽然好像也没差，无敌，还好啦。啪啪啪啪啪 ，OK， 时间到啊！还有乌龟快跑！三角形，三角形，三角形在哪里？这边也有人了。这边，直接在下面吗？有了有了，看到三角形的冰淇淋。这一个，
直接他人家的背上吗？这传送位又有无敌了啊！这么好啊，真的好好贴心哦，无敌！进去，我家。哎，再三个。哎，还没有收集完哦。哦，其实也蛮大的，这个百货公司也是这样，视角一直转，很大一个。右边有东西。哎，收集完了耶，好快哦！啊，所以后面没东西了。那我想后面应该还有一个秘密是要藏稀有石的，每一关应该会有一个稀有石才对。这里吧，这一间吧，这一间之前应该是秘密房间。哎，这边可以睡觉哎。拉开，哎，可能看起来它的门是正常的门，是我们正确要往前的门，那有一点不一样。扭蛋也要隐藏了，有一点点不一样哦。锯子的能力，这边会用到吗？锯子要在那种比较窄的地方会比较好用，因为它会弹来弹去，这里就有点空旷，没太多地方可以让它弹。这里风好强哦，哇，这边要拿针是不是比较好？有风的，再往前看一下好了，到处都会有风吗？这个会有能力吗？这个藤蔓，哎，我觉得它应该也是刺。哎，不过哎，有风，等一下，前面风很大，前面风很大，哇，我会被吹走。等一下哦，不拿针好像不太行哦。这个是怎样？这我怎么下去？我这个很难下去啊！喂，不然我换个针吧。让我换个针。喂，这应该有一个桥吧？是吧？滚！先拿个灵魂再说。对，这边没有针会拿不到哎，没办法往前冲。哎，楼梯，换楼梯。啊，还有骨头人，坐车从这边，嘿，滚，有了，哦，有东西，哎，车就好像不用了，哇，刺猬对战，下。滚！这边要开始要倒喽。哎，没有倒，拿了之后会倒，我就知道。我差一点，它旁边其实还可以闪。好，这边哎，那个方块，铁方块怎么打掉啊？啊，上面有东西，亮亮的。有了、欸、有，要按机关才有。OK， 收集到了。OK， 现在有的奇怪的方块真的都会有作用哦。虽然可能觉得怪怪的，但总会地方有作用的。哎、欸，那我们稀有石还是没有找到。不过我发现左边有一个炸弹，有了吧？稀有石吧，给一颗。哎、欸，对，赚了。OK， 再来。很暗哦，有够暗。这叫火焰能力耶！哎呦，新的地方耶，以前没有这种关卡，这是要点灯哦。以前都是用灯泡，对吗？我们直接有这个燃烧的灯，不是很方便吗？烧一烧，火焰对烧。灯还是比较安全一点。这里好暗哦，前面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错过的东西。烧一烧哦。喷不到。哎，没有秘密啊，有一个。这边有一个能力哦，哎、欸，这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
等一下，是会移动的地板，我踩到了。哦，右边有路，哦，飞过头了，好暗。哇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哦，点亮，点亮了，应该直接飞好了。这有一个，啊，这里还有三个。嗨嗨。哦，牛，来不及烧死他了。哎，这个火焰怎么办？有冰的能力吗？哎，还是火焰哎！啊，用风，用这个来吹熄它。OK， 好，我们这边可以一路回去。吹。那个火好像也会熄掉，等一下，有人在追我。里面还有吧？哦，还有三个，收集齐了吗？有了，那剩下应该就是 BOSS 了。这边四个，没错。这关 BOSS 是那个丑鱼的，没错了吧？那我好像需要有点冰，有冰的话会比较好打。没有，色级跟火焰，还是火焰好了，好吧？这都要靠自己闪了，来了！这里的颜色都是这种粉红的，幻武甲兽，来啦，开烧！我闪，哎，丢的东西不一样了，丢好多炸弹，我闪，它会在旋转吗？咻咻咻 ，OK， 烧掉第一阶段，看起来好邪恶哦。第二阶段，第二楼。楼下沙漠区开始滚了，我闪，这好像没办法伤害他。这现在，哎，他不会晕哎，他这一次好厉害哦，怎么不会晕？还是没撞到墙，我闪。哎，这样我怎么打呢？不会晕眩，只能趁这时候吗？丢炸弹的时候。哇，这个炸弹好远哦！轰！我闪。好，不过他至少不会拿他那个玩偶那边旋转。哇！哦，炸弹！好，解决了，解决了。第三阶段，啊，第三阶段才会跳舞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他要干嘛？有了，舞伴来了。舞伴，哇！只能一直闪了，咻咻咻咻咻，好像烧得到哎、欸，其实烧得到哎、欸，远距离的话，在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打得到，只是我们要趁无敌时间，可以哦，他快烧死了，哇，他这边还有烟雾，会看不到，我们趁这个无敌时间靠近，哎，他其实快烧死了哎、欸，有有有，他在燃烧途中边滚边烧，就解决掉了。啊，其实火也不错啦，这个持续伤害也蛮好用的。OK， 搞定，轻轻松松。哎，怎么感觉这一关也很轻松呢？这个没有藏得很深哎，我们很顺的就都找到了。这关总共有490个灵魂，总数不知道有多少，我猜大概是300吧，跟我们的瓦豆梨数量可能是一样的，满满的。不过它不用收集到满，你看我们在外面会有一个。哇，我们收集到四星的影分身的卡洛琳耶。由于太想见到失踪的主人狮王加尔夫，他选择依靠卡比的帮助，但这个思想体呢却连这个狮王的仰慕之心都忘了，成为真正的野兽，彻底打败反冒卡洛琳的虚假思想体吧。啊，所以二周目这边都是假的，都是幻象吗？这边叫做遗忘的世界，都是虚假的记忆吗？那我们的灵魂收集到了249。要到那条线，哎、欸、过哎、欸、差一格，要过那条线，一定要打败下一关才有办法吧？那我想到那条线，狮王应该就会复活吗？总之我们下次再挑战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喽，大家拜拜。